然后这个片段是我打赢丐帮的柯祥龙哦，那个就是自己挑战的剧情啊，支线剧情，然后就出现这张剧情图，有球兵，那这好像是名望累积才出现的啦，不是因为特别打柯祥龙吧？看一下，你看获得有球兵，就打完柯祥龙之后，可能名望提升了。所以会出现那个图啊，好了，就是一个小小小的那个图片，好，就这样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把一些地图上面支线先过一过。那大师又把等级定到52等，可以去做主线了。那我们这边不管，先做支线吧。那我们先做这个东方教主的支线啊。东方教主，您怎么有空来华山？不能做，进来叙述游历。在这华山之巅领悟着这一套葵花向阳，向阳手下总是招。那我看看你长进多少啊？这边只是打架了啊，一直打架。这应该算简单了，让人真气沸腾，永久增加你出手的威力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了。通常这种会比较好打，因为是所有人打一个，但是他敌人就很强。而且东方不败招式威力很强，超强。狮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而且还有免控。这种游戏啊，如果你不氪金，到后期50等的时候，会非常难练的，有很花时间，但还是可以玩啊，就是你要多花点时间，没办法立即练等，立即很快的升等，很快升等都一定要氪金啊，那没办法。哦，他放招式了，来了。日出东方，我感觉这个超痛。施我一掌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天下武学，进化至炉，刀剑十杀。姐姐打你！哎，还没。哎，还有哦。哦，打完之后可以剧情。杜立伟姐，你还好吗？终于又见到你了。知道我是东方大魔头，还敢一个人来？不怕我杀了你？你若要杀我，带再多人来也没用。何事？想来便来了。你有酒吗？你要同我喝绝交酒？想喝便喝，哪那么多由头？堂堂东方教主不会小气，连一杯酒也舍不得吧？哈哈哈！酒逢知己，一杯又如何能够？知己吗？好酒，好痛快！你不怕我在酒中下毒？你可是东方教主，哈哈哈！说得好，给我留一口。少喝点，喝酒太多容易伤人。酒鬼却能少喝酒？我不是酒鬼。是谁一见面便问我讨酒喝？因为是你的酒，我才想喝。油嘴滑舌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剑，可有你的嘴锋利？哦，还要打？打得赢吗？应该可以。
为什么是先？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OK， 好打一。一个人一打一会比较简单一点点。天下武功，我唯快不破。你还不是输了？我还有九成没有用呢，干嘛对我手下留情？你管我最强之人，你都看见了。哼，老毒虫做梦都想当天下第一，自己的弱点不解决，也就只能做白日梦。嗯，可是你的问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你相较于防守更擅长进攻，略占上风就越来越保守，为何不直接一举击溃敌手？缠斗只会给敌人机会。多谢指点，既然你赢了，便给你一些奖励吧。诶，你不是说你只用了一成功力？是不是有点小声？赢了便是赢了，闭上眼睛。多年后你早忘了东方给你的奖励是啥，每当回想一次，甜蜜便在心头荡漾荡漾。这讲义到底是什么？神经病。好，再来是华山剑神。好，打他，打爆他。九剑归一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啊，这边我们快转。好，打赢了，成浪了。少侠，谁来看老夫的吗？多日不见，前辈你好。老夫很不好，你说剑法与内劲哪个更重要？这个嘛，说不好，是吗？走，带你去看热闹。这是剑气两宗之争，那是什么？去剑气堂就知道了。走，好，走。不修内劲，成天剑法，师妹一路邪道，看我今天不打趴你！哼，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，看本小姐怎么收拾你！少侠帮老夫一个忙，制住他们。哎，什么人？通给我住手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逍遥谷的小跟班嘛！少侠，这是我华山派之事，请不要插手。你们这同门师兄弟，为何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？今天不争高下，练武还有什么意思？你练我是为了有个意思，哼，张头鼠目，先收拾你，再来收拾他。那你看看我们华山气这么厉害，不是个小废物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轻松吗？还请你教姑娘剑术。等等，你不是用剑的吗？干嘛与人为难？我说过了，我乃习武之人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轻松。果然，想要武功高强，全靠内劲之威。只要我的剑再快一点的话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我能只用剑法击败气中之人，也能只用内劲击败剑中之人。你武功高强，不必如此强调。如果气中更强，会被我只用剑法击败吗？如果剑中更强，会被我只用内劲击败吗？剑气之争，生来无稽之谈。剑法与内劲理应并重，这也是一位华山前辈告诉我的。多谢少侠指点。当年如果有人能这般制止我等，我的师兄弟们又怎会？唉。还有吗？还有，少侠留步。看你跟古七家，想必是个武学奇才。前辈过誉了，不知有何事？老夫好久没和别人过招了，陪我一下。哎，怎么各是百人？这是一打一吗？好，这边我们快转吧。好，打赢了，多谢前辈关爱。现在小伙子都蛮不错的嘛。还有吗？剑法随便练练就行。
错的不是我。天冷了。哎，我都探索完毕的吗？哎，真的。夜叉侠魂 ，OK。我们再去一下杭州。好，我们这边也打，那我们先快转。射雕大侠的降龙十八掌，我了，名不虚传。老了老了，江湖是我们年轻一辈啊。侠之，玉门关九楼。客官，好，这边都 OK。老胡，天剑绝刀，这玩意打不赢哎，哈哈，我先找那个可以打赢的。这个，好，先打打看。三个人应该可以吧？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好，我们这边一样快转，打赢。小子，福星庄园烟鹅，我该买，我该买新烟子啊。龙井村，玉门关，是长江故口。哦，这应该打不赢吧？我们看一下，打不赢就快整掉了。增加下次伤害了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那先打段誉。嗯，好像有机会哦。好痛！一戳我就死了。看招！破绽在此。会不会打不赢啊？无毒不丈夫，伤害高的角色都被打掉了。看招！哇，哈哈，应该会输了。破绽在此。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天下武学，一发三分。施我一掌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哦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烟耳沉浪了。可有心？剩下西湖的老货，哎，杭州满的。好，我们解决一下老虎啊，看老虎能不能打赢啊？银鹅都打赢了，老虎有什么打不赢的？如来神掌啊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好像先打附近好比较好。浪费出招时间。不见寒死了，不是，荆棘死了。哇，我把他挖到那边去了。看招！
那挡住我打父亲函呢？我这边就不快转了，因为不确定打得赢。流水无情。哦。直接秒杀我！天下武学，十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不要啊！以刀之势，天地色变。哦 no！ 完了完了，没有伤害角了。是我一掌。哇，尴尬，要输了。我靠！无毒不丈夫。不要啊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清心曲好用。天下武学，有机会赢哦！赢了！啊，成浪了！天剑诀到这里，这么大破绽！哦，这玩侠客风云这 online 都想回去玩那个单机版的。有点怀念啊。好，很多应该结束了吧，应该现在剩丐帮了，可是丐帮应该打不太赢啊，丐帮的那个战力更高，更不好打。哦，这太难打了，这个等下次吧。我再跟好了，那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那喜欢我们笑话聊频道的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